中国快艇冰城案立法院跨部会转报告，关碧玲答应会检讨改正。苏丹红的涉案风波扩大，卫福部向批评动作相反，才会留在市民。南韩进入林肯鸟行福报将要登去中国路，最后一摆出现吸引真侪人潮。各位乡亲，大家好！你今麦收看的是三月七日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志伟。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涉案问题。立法院今邀集卫福部涉案办公室，针对苏丹红的事件，专案报告。调立委的批评，涉案五环破气，卫福部的动作相反。去年国会就伫边境验出苏丹红，却是无随100%的抽检，才留在市面。苏丹红多落交混，风波继续扩大，多连海底捞、惠翁调味料也掉标，引起消费者惊吓。对此，调查立委拢批评，卫福部动作上慢。婚姻馆二月初七都接到民众检举，这间公司伫这天技术违法添加致癌的苏丹色素。卫生单位刷拖两礼拜才开始稽查，而且相关违规产品，即马市面上也卖着。2月7日接获通知，20日开始动作，你觉得这个速度够不够迅速？其实到处都还买得到。这些这违规的批号一定要先下架。另外，也有立委批评，这摆是按风暴这么大，就是边境无修好。卫福部去年5日都发现有一批进口辣椒粉检出苏丹红，因为一直到今年3月才采取只要检出苏丹红，随停止输入查检。也不过老高威。已经隆重礼拜啊，而且边境检验欠能力，安怎来监督？每一个人都要求查验的比例增加，然后他加班加到爆肝，结果也达不到啊，因为人就是不足啊，部长。好，这部分的话，第一个正式人力，我们会再来跟院这边来争取。细水完强调，已经针对中国输台辣椒粉无合格21间出口商甲制造商暂停受理进口3个月，未来也会将违法工业原料添加甲食品的行为列为高风险产品。像苏丹红，只要伫边境一检出，就会100%搭配抽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股早盘是创下新高，在台积电带动之下，大盘指数开高行高，盘中指数起码挖400点，上关来到19,331点。尽管会主委黄天博就表示，台股是对年初到即马，气候伫亚洲敢若适合日本，加上咱台股有基本面，算是稳健。顶礼拜五美股持续行高，其中惠达、超微股价大起4%至5%。台积电美国准托凭证 ADR 股价七日嘛大起4.06%，国内台北股市早盘以18,952点开出，伫台积电跳空开关大起25块，撑起715块新关价带动之下，大盘指数是开关走关，加上金融股买盘点火，盘中指数大起买400点，上关有价19,331点，阁创下新纪录。也引起各界关注，台股敢是进入牛市。台企金管会主委黄天博在立法院表示，即马无适合做判断，主要是国际上政经情势多变化。整体台股的本利比有多少？21.17倍。OK 吗？我觉得还算稳健了。台股有基本面是事实。黄天博表示，台股从年初到今，起的幅度在亚洲敢若比日本较少。显示台股表现稳定。过去一年，台股主要的基本面是 AI 相关发展类股。今年 AI 产业伫全球来讲，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热度，对台股有正面的帮助。因那美国延后降息，对国内资本市场可能的影响，伊讲到一般国际上认为讲降息对资本市场相对有搁较侪诱因。降息当然对资本市场相对来讲，大家就觉得有更多的诱因嘛，但是过去这一两年，整个利率在比较高的情况下，台股也有它相对的表现。不过，黄天博嘛强调讲，资本市场要是基本面上重要，对利率降低或者是预期，要继续观察。投资人要是爱注意风险，谨慎选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这两天的交流赛，是吸引超过68,000的球迷入场，不利高大孤单无尽的缺失，也引起委员批评，都好有市府爱主动调查。对此，万雄是回事的，
市长蒋万安嘛讲，会调集跨局处进行总检讨。日本职棒投北古人来大交流赛，拜六连两天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初二阁是迎来头一摆满场，超过3.7万名的观众入场应援，写落历史。不过场内除了漏水、落小雨，立刻动线表示无请人客人，救护队阁阁是停止运作，多项欠点引起闹热气氛，同齐批评。包含漏水。标示等等的细节却完全没有监督好，这个简直是把脸丢到国外去。近期也应该要安排满载的压力测试，重新检讨整个配套措施。去年12月初亚锦赛在大巨蛋举办比赛的时候也发生过漏水的情形，而当时远雄给的理由就是管线接合不慎造成漏水哦，并且承诺会全面的盘查跟检查哦。那没想到过了3-4个月，到这一次巨人队来台的交流赛，还是发生多处漏水的情形。李冠军回忆，首先不做满载压力测试，等到台地交流赛才头一摆满载，呼吁市府应该主动调查，不是专项性管控。后来罗小河晚上回应，初步研判是空调负荷较重，造成光线接头泄漏，已经替受影响的民众换座位，佮表示失礼。是管线结合问题嘛，所以受影响的人数大概就只有10个人呐、啊。那抱歉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后续我们再会不断做检讨。台北大巨蛋它是一个 BOT 案，那远雄已经在进行后续的营运以及售票的活动。那台北市政府的角色就会持续的给予各项的协助，并且监督，而且会要求未来活动主办方以及远雄要落实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周万安表示，接下来也会针对过去两天发生的欠点，调集跨局处进行总检讨。北市体育局回应，初二比赛了后，随半点欠点，要求主办单位万象古坛公司随调整。比赛了后，也会厘清不足的所在，加改善作为，提供予中华职棒代理人。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进行检讨的是交通违规记点制度，交通部顶个话讲违纪无记点引起讨论，今日就邀集相关团体座谈，啊，毋过因为通知单伤晚发，而且行人甲驾驶代表比例无平均，扣路权团队批评，其他驾驶团体就讲有开会比无开会好，袂当甲罪拢怪伫一名驾驶。交通部建议违纪无记点。搁一届引发外界讨论，行政路权团体也搁有职业驾驶团体，伫交通部邀请之下参与座谈会。不过这场会议是真临时，加上参与的4个路权团体甲8个驾驶团体占的比例无平均，互路权团体质疑讲，交通部是赶伫咧行政院议会进前要过水一个尔。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突袭的行动，因为在礼拜五的下班时间才发出开会通知，礼拜一早上一早就要来这边开会。那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要把我们这些团体当他的橡皮图章吗？过过水，糊弄一下就好了。职业驾驶的代表表示，交通部临时通知开会已经不是头一次，不过有开总是比无开较好。欢喜看到大家会当做伙坐落来理性科学讨论，袂当甲罪拢撒予职业驾驶来担。到底是道路交通设计的不良所造成的违规，或者是今天我载的乘客要求我这么做的违规，我们应该先把它理清楚之后，再来去做全面性的检讨。交通部长王国才回应讲，道路安全要是上界重要的目标，不过需要在民意之间找到平衡点。理想去行政院议会，也阁有去立法院审议，要需要一段时间。即嘛是先做初步的沟通。今天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沟通。当然，如果是双方有一些共识的话，我想说可以在我们在修法过程中也可以逐一做一些参考来调整哈。现在无收到邀请的团体，嘛主动参与座谈会。台湾安全驾驶监督联盟表示，2022年甲2023年连续2年，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拢超过3000人。无排除招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去行政院讨公道，路权团体嘛无排除会去街路抗议。记者综合报道。既然一台救护车执行任务，在路口是弄红灯，跟一个骑机车的人相撞，好在在这骑机车的人较轻伤。警方初步调查，驾驶是拢无饮酒开车，调查原因是怪厘清。救护车当在执行救援的任务，经过宜兰市中山路二段甲民权路一段路口的时阵过红灯，
甲一只奥特曼小 A， 地主只奥特曼的起诉跋倒，加在跟他轻伤免送病院。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对双方施以吐气酒测，双方均无酒精反应哦。肇事原因哦尚待分析。事故发生了后，救护车顶管的患者由其他的救护车送病院。警方到事故的现场展开调查，奥特曼的起诉甲救护车的驾驶拢无食酒赛车，详细事故的原因也会调查。就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民众就会想说，那个就没有听到那个声音，或是没有很清楚，那有可能他当下说不定戴着耳机这样子，所以才没有注意到有救护车这样。有律师认为讲，在法律的事务上，救护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工作，有必要的时阵免受号志、飘志甲飘线的限制，而且有优先的路权。不过这款赛车的方式较危险，所以并无绝对路权，未当完全无遵守交通规则。法院的判决要是要看个案的情形来认定事故的责任，赛救护车的人员要是要提关注伊的义务。闯红灯的情况之下，那法院认为说他还是要尽到这个注意的义务哦。虽然他可以闯红灯，但是他没有看清楚这闯红灯的话，也是有可能会有法律上的责任的。根据消防署公告的救护勤务安全指导原则。救护车在经过路口的时阵，应该注意有路权车辆的动向和速度，而且嘛爱把车速放缓慢。无论是救护车或者是一般的车，在经过路口的时阵，拢应该把速度放缓慢，才能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一间高中，涉嫌爆发特教生情绪失控拍老师事件，教育部长潘文忠就表示，未来会做更加侪资源给老师和特教学生。113学年开始增加特教助理，逐年400个，四年1600个。学生跟老师起冤家，顿一顿多。台北市某一间高中，顶一日有一个特教生上课的时阵，情绪失去控制。过程当中，各个老师起卡动手，其他的学生主动加打动。当下是有跟家长取得了同意，就是先让学生在家里稳定情绪，连续教学一周。当天我们也已经入班做一个班级的团体辅导，我们也有跟教育局申请了情绪障碍的行为学生的辅导资源来入校来协助。学校表示，先让这个学生在处理远端上课，测试中道召开辅导会议，邀请情绪障碍方面的专家来学校协助。因为这个事件在网络上流传，引发各界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也去有调查立委问讲，普通生甲特教生做伙上课，要安怎做才会较妥当？他都不知道说现场班级面哪一个是特教生，哪一个不是的话，那是不是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层出不穷？不太可能是不了解了。什么时候我们找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大家共同来开会？一个月内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好，一个月内教育部召集各县市政府教育局，我们聚焦在这一个是特教孩子、就是、普特融合的现场，特教老师其实光是照顾特教学生已经疲于奔命。教育部这边有没有任何想法来协助普特融合的教育现场？增至专任特教助理员每年400位。四年有1600位，相较112年，足足增加4亿多哈、哦。那未来还会再持续增加哦，像在113年的预算已经达到10亿左右了哈。正式得到助理馆的计划为期4年，按算113年经费有甲10亿。彭文忠嘛强调讲，除了助理馆的计划以外，卖甲各县市政府合作，增加搁较侪专业的认识，和老师拢会当有相关的技能，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先来看这些囡仔是要去到上课呢？台中成功幼稚园是无预警的宣布，113学年度要停招，114学年度就要关门了。当地家长甲地方都批评，最后家长是背负反应。教育局就讲，因为教室使用的是社会活动中心，并无符合法规。几个家长来到幼儿园，看起来真紧张，阁烦恼，因为囡仔所读的台中市成功幼儿园的3个分班，伫13学年度就要来停招。像如果再去别的地方，我们还要再重新抽签，那不一定抽到。然后我们还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学区，又要找更远的。目前27个孩子，我们配置3个老师在这边。
家长烦恼现在当地读书的囡仔受到权益的来受损。当地里长表示，台中市立新光幼儿园为伫三甲里的三甲分班，为1998年就伫活动中心来受托，目前已经26年啊，是当地唯一的公幼，目前是收27个人。不过，团主准备伫13学年度来停招新生，因为14学年度休业了后，幼童将移地来收托。不过，当地烦恼，如此以来，家长是无法度应付，卖家属真开怀疑。没有跟我们报告说为什么要撤掉这个托儿所，通通没有，就用这种隐瞒的这个方法，把我们三角托儿所就给毁掉。市府表示，由于目前三个分班所使用的教室是跟社区活动中心来共用，考虑安全跟法规，才会规划移地来收托。该分班一楼与社区活动中心共用，出入人员复杂，而且没有无障碍设施。市府表示，考虑三个分班到附近的公幼，车程仅3到5分钟以内，而且嘛，够明也会使安置幼童，未来影响到受教权益，才会进行安尼规划，卖甲家长来加强沟通，将影响降到上低。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俄罗斯公布录音档案，是德国的军官在讨论要军援乌克兰当庭飞弹。德国总理肖兹就讲，机密外泄事件是真严重，会特地调查。那俄罗斯就要求德国要对秘密军官当庭飞弹和乌克兰提出解释。这段德国军方秘密讨论俄乌战争的对话，随意和各国国营媒体高层在社群媒体发布。俄国媒体讲，录音中的德国空军高层在讨论向基辅运送金箍咒当庭飞弹加可能的冲击。德国总理肖兹随即访问罗马的时表示，这件潜在的泄密事件真严重，答应会详细调查。Der Vorfall ist deutlich mehr als nur das Abhören und Veröffentlichen eines Gesprächs im Bereich der Luftwaffe. Es ist Teil eines Informationskrieges, den Putin führt, daran gibt es gar keinen Zweifel. Es handelt sich um einen hybriden Angriff zur Desinformation, es geht um Spaltung. Okay, dann, ich die атаку на Крымский мост, на другие объект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клады с боеприпасами. И главное, как при этом хотят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сех обмануть.俄罗斯自称乌克兰已经超过2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伤。但俄国军依然继续以飞弹加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各城市。俄罗斯无人机初三攻击南部港市奥德萨，弄掉一栋民家大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恳求西方国家赶紧提供更加多防空系统，以表示，那乌克兰无面临武器交付延迟，根本会当避免伤亡发生。乌克兰需要加强抗洪来救更加多生命。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先来看到海底黑洞，因无偷偷来，是直接攻击，收到一个大型感压，原本关在内底被挖4000犯人就逃走了，剩较无100人。目前已经知影上无5人死亡。一个十五人面向涂骹，双手凹在脚趾边啊被绑掉的，另外一个已经死亡。经过民众看到拢无要无紧。在太祖港国家监狱外口的大楼顶有真侪尸体，并且有真侪枪支空。监狱被大门开开，无人伫咧守，帮派伫暗时突击监狱。十几位伫咧2021年7月暗杀前总统摩伊士，被关伫咧监狱被过了边啊退役军人，叫奥巴马命，也毋过无逃走。Muchos disparos, estábamos temerosos por nuestras vidas.
nosotros colombianos no debemos nada, nos quedamos en nuestras celdas. 丢枪的犯人听讲倒伫咧涂骹，也阁有真侪人受伤，拢无人通斗三工。林焕律师瑞米伫咧社群媒体讲，本来加加内面差不多关于四千位犯人，不过即马只干那剩无到一百人。黑帮这边的行动是希望这么人在咧国外，希望国际斗三江的肯亚总理亨利爱下台。亨利是希望联合国授权由东非国家领导的安全任务会当赶紧执行。这项任务目前是和肯亚司法当局积极维系立场内。当被问到回国了是不是感觉安全，亨利并无讲。海地黑帮唱秋已经不是新闻，严格最近无到半个月，因的暴力目标是愈来愈大，像中央军航、海地国际机场、美国大使馆，顶礼拜就有几多位警察伫咧接群时阵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转来国内关心中国快艇冰船案，立法院今是邀集海委会六位国官员进行专案报告，啊，毋过一开始拿着立委员机和会议延迟半点钟。立委就即期海事无事发影像，违章又爆炸秘录器，关碧玲就讲会检讨改正。他们回做。为即阵进行的定数发言顺序，拢发动加动的拿着条会议，内政委员会主席台进行客座会，正大声喊来喊去二十分钟，要来专案报告中国船冰船案件，海委会六委会官员全部拢伫边啊，真无简单达成共识条口啊，佫因为微博较侪，引起另外一波的冲突。官员起来，官员嘛爱尊重啦，官员起来。正式发言时阵，国民党立委要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应该为修改报告标题来回释的。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行政机关报告改名并不是第一例，一直到9:30才正式开会，也压缩到相关部会报告的时间。这个名称已经定了，管主委您给我的私讯里面说失礼了。对我失礼，其实呢，我看到了，我收到了，但是呢，因为我要维持这个召回在国会的尊严，金下水域的安全秩序。谢谢主委，您的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专案报告，其实呢，我们只看到六页，实在是让召回还有在场的委员们有一点叹息。国民党立委抢头大个即阵，除了介绍新闻，为什么先改报告的名？也质疑海巡为什么特别出事故迄时阵的执法影像。当天我们密录器是够用的，但是当天这艘船它本身的配备就是一个 V8。我想要请教海巡兄弟们，到底现在有没有一人一台的密录器供他们自行做使用？目前不是这样配备，好，目前不是这样配备。那不是这样配备的话，其实我认为这就有行政上。关碧玲搁一摆表示，海巡无可能稳重，也指出会针对设备无够的所在进行检讨，未来调向每一位海巡人员拢有密录器来改进。海巡署甲中方代表已经进行15次协商，对于进错甲赔偿问题，依然无结论。暗过金门特会陈局长透露，付偿的部分已经有初步共识。记者综合报道。通机场的南跑道封闭税收造成真侪航班脱掉的，不少旅客心情是厌恶。托机公司就表示，塔台部分会加大流管，减少空中等待时间。交通部长王国才嘛宣布，税收的时间未缩短，提早到今晚12:00之前就维修完成。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桃园国际机场南平跑道初三早起10:00封起来做年度的整修。安算封起来54分钟，仅剩北平跑道提供起落，地速飞行机都要转去高雄和上山机场降落，甚至起飞慢分，引起旅客不满。不过也有旅客感觉不要紧，应该是2小时半以上，风向有改变，然后机场没跑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上面又盘了快4分钟吧。都会不会担心说你们的飞机也 delay 这样？因为我们有补偿，没关系啊。初时这天拢总有超过640个机抓。不过早起 Flight Radar 24就是飞行状况的画面显示，还是有几啊只无正常的航班。针对南平跑道整修影响飞龙机抓，机场公司表示，初三航班的量是698班，量有较侪，因为敢若一个跑道在运作，地势影响起飞的航班开始出现无共程度慢分的情形，其中有12班换去其他的机场降落，了后才阁倒转来。
离场航班准点的比率是53%，超过一半以上。在30分钟以内的是占14%，那30到60分钟的大概有11%，那1到2小时的有12%，那2小时以上有10%。机场公司表示，已经有接到来应应，也有讨论甲开应变会议来增进相关的作为。塔台的部分，也会增加流量管制，甲飞人机抓人的时间，减少伫咧空中拍酷西等待的时间。咱交通部长王国才嘛宣布，整修的时间会缩短时程，提早16点钟，按算会提早到暗时啊12点完成，以及双跑道起飞甲降落。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去年是举行鸡卵的专案进口，引发食安争议。六月有超过5000万粒鸡卵过期，农业部第三摆招标就发表。农业部就讲，等待各县市政府核准废弃物增加废弃卵，才当堆肥。估计都要今年4月、5月才能处理完成。农业部因应欠卵去年执行鸡卵专案进口，才引起食安争议，市场买气无好，最后有5580万粒过期。农业部去年底公开招标，一直到第三摆招标才发表，因为存放者的鸡卵也需要成本，引起立委的批评。农业部表示，要等各县市政府批准废弃物申请废弃卵品，才能做准备。按算今年4月、5月之间陆续会处理完成。那会不会拖太久了？这里面有牵扯到很多很多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对，你坑要顾。那你现在放在那边又用了人民多少的纳税钱？时间点会不确定性会卡在各县市同意它是成为废弃物再利用的品项，这个时间点 会掌握在各县市手上，所以等到各县市同意以后，我们会就会尽快。现在已经有4个县市可以了。不止处理过期进口卵问题，农业部也押出欠农保、农资保基金15亿，和劳保局寄催交单。农保阁欠460万家庭的利息，面对立委追问，农业部强调已经准备272亿，已经用去年欠的钱，甲今年相关的费用。你们那个农业部是不是螺丝松了？欠农保基金跟农职保基金金额超过15亿，是不是？农保条例有一个规定，如果你农保亏损的话，中央政府机关一定要提拨做负责位提拨，所以我想跟委员说明，就是我想也请农民不用担心说农保会破产这样的部分。像以今年我们拨了272亿。另外对业界风声，清明节进前两家可能会崩盘，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表示，尊重自由市场机制，春节过后特产品买起会豆豆慢落来。开发过后，因为需求量会增加，目前每天生产的鸡卵差不多是2410万粒，因供应个人每天的需要，有希望维持两个。记者综合报道。电费钱跟真正要起，经济部有计这礼拜四就去立法院报告电价调起方案的配套，传出四月电价可能会平均起一成，而且部分产业别或者是民生用电。在工业用电平均是起超过一成，用电大户可能起超过15%。啊，若民众上关心的民生用电，300度以下可能是起5%。四月新电价方案要按照制定，经济部会伫即礼拜四前往立法院报告，传出即摆电价调整方案配套，会部分产业甲民生用电业务全面调整电价。消息一出，引起产业界反弹声音。确保一般民生的用电不要过度的去涨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涨了以后，一定会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这对底层的民众是很不公平的。有关四月新电价，工业用电平均起伏超过一成，调高压用电大户以半导体产业为例，起伏上大可能超过15%。民生用电部分用电超过1000度，可能起一成；民生用电300度以下，可能起5%。估计有1357万家庭受影响，估计电价平均起伏10%上下。只是电价若起10%，恐惊也会乎今年的通膨率超过2%的警戒线。对外界批评台电了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策恢复电力，专家吴伯刚的看法。天气期货价格暴涨，那因此近两年来，台电的亏损主要是来自于天然气价格的提升，供电成本
上升所导致的。以核能来讨论的话，因为它的占比已经下降了，所以说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专家认为，长期看来，随着再生能源发展愈来愈成熟，未来发电计划会渐渐啊转好，台湾唔拿掉家己供应充足的稳定供电前景，也会当呼应净零碳排。记者综合报道。在北投分子受控弄了后，更加是要求强化住宅安全。经济署长嘛有说明具体方向，包括着巡逻车暂时是停在大门口，甲未来设计向有楼梯的方向来规划。啊，那警方嘛展开专案扫黑，十天抓了着399个嫌犯，甲77个枪。一个小组弄门攻坚，也曾经被巡逻。出来大肆物品，装潢砸靠大火，警方破获不法集团，调工闹出消费纠纷，向店家讨赔，只要不配合，就出现恐吓，也带人大闹供电。六房的七名相关全拢有帮派背景。到本辖多处的商家，先以消费纠纷为由，再借帮派的名义啊，来恐吓商家啊，并向被害商家强索一个月新台币1-3万元不等的保护费。为何国内治安警方展开今年头一波扫黑扫清专案，短短十天来查获嫌犯人数已经有399人，涉案帮派包括刁仁邦、天道明等等拢在内。查扣的各式枪支有77支，也毋过警方打击不法，毋呐。外出执行任务有风险，在北斗分住所发生冲浪的危险代志了后，今麦外界也关注各警所的安全。台南贵阳警的派出所挖进道路，以警车停动应变；花莲的警安分局也以巡逻车做缓冲。不过后面就发现门前只敢停3台的警用机车，引起安全性的质疑。甚至在出代志了后，警方内部群组甚至要求当前值班禁止对局回手机啊，防止其检讨机制，和外界批评。不是说一味的要督勤，然后要有一个惩处啊，这样是非常不宜哈啊，要以沟通啊以。那个劝导的方式啊，来推动在安全维护的部分哈，以后要推动啊，有一个这个升降柱哈，或者是相关的扭折梯等等。为改善住宅安全，警政署长黄明昭回应，已经根据多项作为，像将巡逻车暂时停靠门前，将来听说设计需要规划有楼梯式的建筑加精细。纽泽西荷兰等等，和警员执勤安全相对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法国人是无介意运动，政府就要求小学都要增加体育课。不过，法国体育师资甲运动设施不足，加上运动员的出路嘛真有限，要改变风气有不少挑战。学生用来出群发声，结束几天的课了后，这群小学生在体育馆集合，带着教练练起跆拳道。这节体育课是法国政府配合奥运所推动的课程，在当地真侪运动员的参与之下，目标要让学生每天运动至少30分钟。Because not all children are aware that the Olympics are in Paris, and by coming to see them, by learning more with people like me, it's important to get them interested in sports. C'était trop bien.囡仔真享受课程，也毋过虽然这项计划看起来亲像达成初步成效，法国的体育老师所有无同的看法。We're denouncing this measure because it removes any notion of sports culture. It should be about developing social and physical practices, a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this initiative. 比课程内容更加困难的是体育师资不足。仅仅顶一个学年，法国都有2500点钟的体育课，因为无合格老师，被迫取消开班。加上运动设施不足，真侪学校真歹推广体育活动。In France, there are 49.6 sport facilities per 10,000 inhabitants. In the Paris region, the figure is 23.4 per 10,000.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的报告显示，大约45%的法国居民完全无运动的习惯。等到校园，多数的课工设计，让学生唔敢对运动投入上侪热情，更加卖讲培养出职业运动员。We'll see if I can get an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playing basketball. If I can ge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ll say yes to that.
And I'll still continue my studies too. 目前全法国高中设有1200个专案，培育专业运动选手。不过，这些专案的数量又渐渐少，真侪少年人都烦恼加入运动员前途唔知伫倒位。那即马借着举办2024夏季奥运的机会，法国政府想要为多方面进行改变风气，鼓励更加侪少年人投入体育活动，希望法国有一天会当加入体育大国。公司新闻牛眼朋友。今年后背一所有管道的班级会是开了真水，暗过度游客发现保护路段的树花是向加一半。管府就表示，这是因为平常定情落果伤多，再加部分的树花，已经有要求厂商等过期过后才来加。台湾今年三月后背一所有山道，目前道路两边的木棉花开了真红，不少游客特别来看花翕相做纪念。但部分的路段的木棉树快被修剪一半，看起来是淡瓜怪。觉得有点压抑了。以前我在拍的时候，马路这边也是很漂亮的，但是切过之后，马路这边就没有。但是觉得今天花况中间来看是比我往年来看是少了一些的。好啦，安尼是要来是较平常较好。好。嘿，人骑车嘛较袂摔个。好。啊，无影爱危险嘛。莫名其妙被修整一半，游客不认同，但邻近的农民赞成。至于阮广府交通局就表示，过去莫名其妙开花期。然后民众反映，落来花果影响行车安全，才安排厂商来修正。但这次修正的时程过早，那也是稍微修剪一下而已，他没有修得很严重了。那我请他们不要再修了啦。他就是工作的排程的时候，刚好就排到这边哦。那个这一题他就把它稍微剪一下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厂商真的没有慎思哈。公局表示，目前已经通知厂商停止修正。等到花期过后，再做修葺的整理，也通知相关单位针对这路段加强整理，希望游客拍到水的相片时，也当顾虑到用路人的行车安全。继续用闻报道。台东嘉明湖山乌雕乌熊，你去找食的，今麦佫传出哺乳类蛙、黄喉貂嘛出现伫山乌，佫将登山客包啊拍开找食的，连保守都呼吁爱用包啊保护好势，避免佮野生动物冲突。海拔3000多公尺的嘉明湖山区，高山美景吸引真侪登山客来爬山。也毋过最近山友去嘉明湖的步道上，煞拄到两只青蛙虎，趁山友休困的时阵，拍开因的盘呀，要找物件吃。刚放好的时候，旁边的背包就已经有黄喉貂跑过来，要找东西吃。我就是稍微驱赶了一下，但是他就是应该是我走了之后，他应该是还是有回来了。林博士台东分署表示，最近嘉明湖山乌管理员也发现青蛙虎弄伫山乌也是野地，夹破山友的盘影，偷走食物的情况，呼吁山友伫步道休困也是待伫山乌，爱将食物包好，避免发出气味。晚上休息的时候，把食物包好，尤其是有气味的，然后再来把整个背包把它吊挂起来，不要就随意置地在地板上。其实，伫南淮公路开好专线通车了后，就发现青蛙虎伫路边粪扫堆内找物件吃。林博士台东分署表示，这款的情况会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能力，而且青蛙虎愈来愈向近海拔地区活动，呼吁去山区的民众看到野生动物爱离较远的，也爱减少提供人类食物的机会，避免人类甲野生动物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高雄吊丝热点主要在市区路口，前两名拢在第一线高南公路路口，或台积电园区真少见。台中交通局就表示，已经设置倒挂的专用道，冇配合事项，未来会继续检讨。大货车的轮仔下骹卡着机车，物件也甲四界拢是。这机车后边人摔落来当场死亡。这件车祸是发生伫去年4月，新兴区中正二路甲民族二路路口。交通部公布去年交通事故统计，高雄前十大肇事路口，第六到第十名拢是市区的路口，中正甲民族路口就伫个第九名。这轮仔拢无遵守迄落交通规则，拢靠作用。民众认为车祸发生通常是用路人违规，搁看到排行前五名，除了市区路口，第一甲第二名拢是甲高南公路交汇的路口，离未来的台积电园区真近。高南公路1003巷，共发生车祸33件，62人受伤。高南公路水管路口共发生27件车祸，45人受伤。都不要我过来吃啊！啊，少年啊，我是带头咧出来，伊也徛咧灭龙啊。民众讲，家己捌伫大专区服执行的机车弄着，
车是透早非上班时段的高南公路，车流量也是真大。记者就伫个现场看到直行的拖吊车，甲想要大转的机车差一点啊弄到。那我们已经布设了左转专用车道，并搭配左转的专用石像来解决先前追撞还有违规左转的问题。高南公路两个路口离台积电设定的地点无远，因从欢乐园区动工了后，塞车等状况会阁恶化。交通局强调会继续检讨改善。另外，南麻溪三明园区已经争取到串接国道一号的联络道，路线会经过高南公路1003巷，嘛会使减少当地交通压力。记者陈凡武、柯正准高雄报道。今日南韩就领前了幸福宝，将要登去中国生产下一代，初三伊最后一天出现，民众都在排队超过6点钟才看到。发布唔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上班，伫真侪游客面头前大嘴客滴啊！外口还佫有佫较侪人在等，要一摆甲伊讲珍重再见。过一摆已经显示等的时间差不多还佫有280分，接风时间甚至还佫等400分钟，啊，不过游客依然正热情。아침에새벽5시반부터와서기다렸고이제가면은언제볼지모르니까아쉬워서왔어요또리삼星集团소수의알보동의확보2020년7월20일출시시단한국내대자주연수신의녀힘경기중함지간签订의상관보호협의해과출시의녀힘안대신이来登中国所以为三月初四开始确保会隔离一个月，确定伊健康检疫管理，随时会进行移送人员适应训练。이제는이곳에서푸바오를볼수가없겠구나푸바오가올랐던나무들푸바오가앉았던벤치나어떤침상그리고푸바오가타고다니던어떤플레이봉그리고푸바오를위해서심어주었던유채꽃이런것들을후보하고못본다고생각을하니까후보시중국여행광고의안심후보의배부녹보가알보2016년위수천상시남한후보출시了后都受到大家喜爱叫做超级动物并且根据爱保龙的统计为2021年一月初四后部开始跟大家见面到今晚吸引550万进出公司新闻恩文林编译联合国发布报告，讲世界有一半侵袭物种的族群数量是当地降低，上严重是蜥蜴，97%都有灭种的危机。真侪动物会对季节变化、山口无同款的环境，按个根据伫乌兹别克开的联合国侵袭物种保育公约缔约国大会公布的全球侵袭物种现况，世界上有将近一半，差不多44%侵袭物种族群量会下降。由联合国监测，将近1200种当中，有超过1/5是伫灭绝的危机。这数据来自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严重是蜥蜴。名录顶端有97%的蜥蜴，拢面临灭绝的威胁。Now there are specific decisions and issues on the table at this very COP that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and must make a difference. And these include increasing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tackling the illegal killings and taking, reducing noise and chemical pollution in marine and other environments, and ensuring that we pay very careful attention to commitments and obligations when we are considering aspects potentially of deep sea prospecting and mining. But we also need to look beyond individual country decision and look at the bigger picture.会议当中指出，这些选举物种消失的原因包含生态地丧失、非法捕捉或者是污染跟气候变迁有关系。不过，保育这些动物无法度靠一个国家。联合国也讲，希望促成更加积极的跨国合作。We cannot protect migratory species without multilateralism, without unity, and without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So I'm calling on all countries and all parties, all communities that are to work together, including at the upcoming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so that we can protect migratory species, so that they survive and thrive. So, and because when we do, we, humanity, will also survive and thrive.
这份报告也指出，还有将近400种无敌苗落顶冠的生物是威胁。虽然大部分的消息拢无乐观，但过也有成功的案例，譬如科学合作和塞浦路斯回环幼蚌的掠鸟只有91%，哈萨克将塞加羚羊为灭绝的边缘诱回来，海峡等14种保育苗落顶冠的物种也有改善。公司新闻新闻会编辑。英国地铁噪音真大，有研究团队就把噪音变作促进棕榈生长养分，唔啊降低生产成本，产量嘛提高三成。街路车来来去去，引擎声有够大声。英国伦敦大街路交通噪音常常让当地民众真困扰。即马英国皇家技术学院甲伦敦大学行业研究团队有研究员感觉坐地铁时阵交通噪音，都研发出将这噪音转化成做永续燃料的办法。Just suddenly come into our thoughts, so thinking maybe noise, city noise can be something we can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especially, for example, London City underground, there are a lot of carbon dioxide and a lot of small particles, which is also important for microalgae farming.这种营转化音波叫做微噪养分的系统，研究团队号名叫微噪波，利用噪音振动空气当中的微粒产生的机械波，佮产生机械应力。微噪波系统主要由高频喇叭、强振器加体积型连接器组成，应将宽频噪音转化有利微噪成长特定频率，和微噪能吸收这物质，通过机械应力进一步增强细胞成长，促进微噪制造包含生物材料等应用上生产的生物化学。It's a corn-shaped tweeter to capture the noise, and then once the noise go into the resonator chamber itself, we designed the shape in a hexagon shape for two purposes. The first one is to make it modular, and then the second one, it can best resonate the 400 Hz.研究发现，用噪音促进草饲类成长，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27%，微噪的产量阁比一般的草饲类提悬30%。生产过程能吸收二氧化碳，转化做上素来释出。Everything it will need, and odors are absorbed passively. Then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filter the turn the carbon dioxide into oxygen.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algae will start growing. 研发团队认为，这项研发有革命性的意义，将噪音制作真正有路用的物件。未来一定要将系统设在车侧路的两边，那边形的强震器不止方便打开，严格性制作微噪农场。公司新闻，但是董平叶。关心天气，再来看各地详细资料。感谢你的收看，明仔日同一时间，咱再会了。